好，我们继续走。今天从石城走到芙蓉就好了。今天可以跪崩康了。跟昨天差太多了吧？这个天气差好多。等一下我们要下去下面，你看那个是旧潮林隧道南段口，没错，而且今天没什么人，很好。对面是龙林古道的登山口，下雨了，雨大了，我要赶快进去。悠哉到不行，你看这个隧道，昨天人车车那么多，就自行车超多，现在嘞，好舒服。你确定你要唱歌吗？我在录音呢。你可以唱啊，哥让你唱啊。我们要到新北了，耶、yeah! ！我们北段已经脱离宜兰了。走吧，好，这是隧道管控中心。大的雨，也太大了吧！突然之间，大的雨，超大的，对呀。我们到芙蓉车站了，今天走超短的，没关系。对啊，好，等一下要去吃东西吗？好。